即是空，空即是色。今天特别来到这个地方，我也是第一次来，刚刚一来就肚子痛，我就知道为什么哦，坟墓啊，所以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就是众生苦，真的有众生，因为外面是坟墓区，而且要把它迁移有时候不太容易，所以我看到窗户上贴这么多壶啊，应该让他们进来，所以但是至少要观想，观想。那各位有时候要学这样，就是说就像我坐在这边，上面现在 K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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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你要知道。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合佛就是感受着别人的艰苦，众生的艰苦，乃至一张树啊，一个土地，你要对有感应。那佛教一直讲空性，他就叫我们不要关心自己，关心世界，关心众生，啊，所以你有法度去体贴别人的想法，体贴众生的想法，那这叫做慈悲心。所以用你的心去感受众生的
快乐和痛苦，那安尼呢叫做大幸福法。所以一切拢是为了别人，为了众生，就叫做大乘佛教。所以咱们一直关心自己的代志，所谓自己的代志是一个痛苦，不是说这个代志让你痛苦，是因为你执着痛苦。把人的孩子拔倒，你不会感苦，你只有一个悲心要帮助他。那自己的孩子拔倒，你的痛苦因为你的执着，也因为这个执着，当然啦，你去帮助他的能力就会减轻啦。就跟他说，医生把自己的孩子开刀，他没刀开，但是他开别人的刀很好，跟他去插菜。那意思是说，佛安来跟人讲真简单，这个消毒五尽，帮助别人，你就是佛，佛就是圆满做到这种能力的人。所以咱今日来好好，尤其是啦，我拄啊叫人去查彰化普兴第五公墓，念下来所有坟墓区内外众生。为超度亡魂，牧区众生同享功德，嗡阿哄。啊，今麦我鼻就胖胖，咧做烟供啊。那后摆即代，那义工，那既然要来家，可能在讲因需要什么，但是为国讲等来，好好叫咱来，嘛有小可目的安尼。所以但是这是无要紧，这是相信佛教。咱大家就爱慈悲啦。另外一个讲法，各位法度今日来遮参加法会，也一定跟这个所在土地公也好，众生也好，拢有缘，凡事都有因缘。你若无缘，嘛无法度来。简单讲一句是，这代众生拢做给咱的父母嘛。那么，学佛同要紧的目标是要有众生成佛，成佛同大的方便就是念佛生净土。所以咱今日大家来升起一个对众生的责任感，对众生就是大悲心，责任感就是菩提心。所以呢，希望一路拢有法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拢有法度成佛。但是你要让父母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如果咱家己若无资格往生极乐世界，你要安怎有迄个功德回向的去呢？所以认真修持八关斋戒，一日一夜，我都往生中品中生极乐世界。咱若够发到发菩提心加受持，那么咱就发到上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为了这代众生，也为了好好的学生囡仔附近的百姓等等，咱就来非常的精进打拼，这就是大乘佛法的重点。咱伫厝诶，一个人用身身也无虾米烦恼，安尼。但是你也想着，哦，众生足艰苦，咱未使喊你用啊，咱来闻音念佛精进啊，做真济功德来回向互伊。但是众生无量无边啊，所以咱来有无量无边的慈悲心，咱来有无量无边的善根功德等等，安尼才有法度减轻整个。化解众生乃至任何的所在，希望他们都净化。所以我刚才来看到狗啊，我想来得很多鱼啊，应该也对他看我臭狗啊，这是我们的责任嘛。咱希望狗啊都变清气，清气里面变有鱼啊，这样啦。所以 会有一个恢复一个生态。既然这里有树啊，咱希望足侪无同款，足水个鸟啊，愿意来，因为人啊慈悲吼，
然后呢，你会被剥削。就算你到欧洲、美国国家，你会发觉，因虽然不好好了，但是因足疼惜迄搭自然的动物，大家拢会提无同款的鸟啊、米啊，互因食。所以因看起来环境就较水，这个意思啦。所以变哪好一个所在更加水，变哪好一搭众生更加快乐，这叫做福分啊。所以咱不是干那念佛，该互伊食爱互食，该互伊啉爱互啉，该讲话互伊欢喜爱互伊欢喜。那么这个叫足，那好佛点来讲足逼足逼，但是会记诶。逼无唔对，要让众生离苦。那你想老系听受众生呢？是因为你足爱伊才发动。刚才各位生一个囝，生一个查甫囝，你足爱伊，买好衫可以，钱可以，可以读册啊。你希望伊百分之百快乐。你爱有这种诶自心，要让对方足欢喜、足快乐，而且你去做啊，你才有法度听受对方。所以一个人若无要有众生欢喜，跟他弥勒菩萨呢，你要生起真正的慈悲心，那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有真侪人，我老实讲，包括阮出家人，有当时伊无迄个习惯要让人欢喜，受严肃，受严肃，也无主动要让众生欢喜。然后呢，伊迄个慈悲心呢，变成一种勉强，无多自然流露安尼啊。所以这点嘛，咱都要一直培养。欢喜心、快乐，定定送物件互人，讲好话、好乐，各位要开始练习，练习，互鸟仔食，互鱼仔食，布施。老实讲啦，咱咧做演讲，迄是自心要互伊食嘛，互伊快乐。有这个自心，然后再以悲心来甲伊念佛，祈求希望伊超度。但是我好讲呢，那么。我这南京嘛，这所在叫做中华园林，这是我的感想。中华园林人袂歹，但是笑的较少，唔知你烦恼啥安尼啦啊？那因为唔是无脑筋，想的范围较无遐广大啦啊。那各位就要开始练习。所以我等下叫人讲，弥勒菩萨嘛爱拜，观世音菩萨嘛爱拜啊！无你一个人如果无真大欢喜心，拜观世音菩萨，直直哭哭什么？悲哀自己很痛苦啊，自己好像过得不快乐啊！那这样你就会有一点压抑，心情没那么好啊！那这样虽然我们大家都在学佛啦，但是好像有一点严肃呢。不能得罪对方呢，那人家就会怕我们啊。刚才几家交往，几家交往了，拢不会有被溜，你也惊伊啊，那几家交往，看到你心有被溜，你都别惊伊啊，伊都对别跟你教。所以，那么咱学佛，每一个佛菩萨拢哈哩庄严，咱拢用哈哩庄严的花啊、水果啊、好食的物件。要共用，那么没有分欢喜，没有北部周身欢喜，那么用先用分来练习，那大家都没有分欢喜啊。但是我往往发觉了，现在拜佛的人真好念真严，但那边那呢，看见了我要很认真，那这个认真就有一点太严肃了严肃久以后又变成好像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就是我持戒，我乞丐，生命艰苦，阿弥陀佛，安尼，安尼，少年人看到你，拢走个无半个，已经穿乌的那个安尼，所以现在在东南亚很多国家不穿黑海青因为会有一点压力吧，对非佛教徒来说啦所以当然我这样讲的意思。燃灯如来定光佛意思是用光明对方看到真水的风景真好看的东西光明去骗教众生那阿弥陀佛也同样阿弥陀佛的世界叫做什么极乐世界乐快乐来家都不用烦恼都没
一切拢足欢喜。极乐世界食物件，就看你即马要食一顿饭，头前就出哈尼济多啊！每一种物件拢足好食，啊！你干那想唔免补，所以迄道喙齿袂歹，因为食味，它底下迄味的进入你的感受到你的舌头，然后进入你的身体，所以唔免变数。你看，你看偌快乐，连食物件嘛足快乐，啊！唔免变数，唔免病医，啊！唔免多咧烧水、啉水啊咧，迄种功德水，这叫极乐世界。所以我的师父常来甲讲，念佛的人若无快乐，免互别人快乐咧。啊，看到你就想，哇，我要死啊吗？啊，那拢咧讲死亡的代志，无咧讲即马快乐的代志。所以在藏传佛教，因比较喜欢讲无量寿佛，其实就是阿弥陀佛啊。那么你拜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快乐啊，今嘛快乐，未来嘛快乐啊。那我想这是一个观念的改变。当然我这样说，希望各位家里修八关斋戒，让你快乐的心，而且我都好众生快乐。因为众生啊，伊刚刚死啊，伊在做亡魂，伊就艰苦啊，真艰苦啊。但是，咱好也快乐，不是欲望的快乐，咱好也快乐是慈悲的快乐，清净的快乐啊。那这是每一个佛，好咱的方式了。啊，所以咱学佛的人，那应该，这是我对咱中部中华晚林，因为我对阮阿嬷，对阮老母的印象就是，人不是歹，是拢看到歹的啊，对别人的歹耿耿于怀，安尼啦啊。因为我敢讲，阿公也好，阿嬷也好，都是拢有伊的优点。但是我老母我发觉，人绝对袂歹。但是吼，你莫做一件歹代志，伫伊身躯安尼就好啦。伊一世人甲你记条条啊。啊！就为了这代志，都个改化改足久啊！呢，其实是小夸代志啊！所以咱内心内底，干那咧烦恼对方会笑未笑，迄个要紧啊！卖咧烦恼对方要和我笑，卖和我笑啊！呢啊，不然呢，一点小小的过失呢，那就毁掉我们跟对方的关系啊！那这样咱就无法度真正去拥抱众生。所以我跟你说，希望我们今天有一个主题，修八关斋戒，我们来忏悔过去，我们来改变自己，这样好不好？对明天才开始，你们家的人说，你每天去修八关斋戒，回来你才会笑，然后呢，你就开始在学佛了，学佛就是一种快乐、欢喜，当然有人说，哎呀，世间极苦啊，当然看到小乘佛教说的是苦，苦看你大乘佛教讲的是众生比较要紧，众生的苦，既然众生的苦，我一定要让他快乐啊！一个医生要去看病人，一定在笑哦，没问题，没问题，安尼都好啊。一个医生在看病人，面有尴尬，那个病人讲啊，这下我死啊！所以菩萨，你别再显现一种苦，一种严肃，这个世间。没什么大不了，万法皆空，有佛法 OK， 对不对？有药啊，无问题。所以我定来去做念，包括我甲我老母最近往生，哎，母啊，无问题，总甲你传好啊。你唯一爱做的什么？放下，放下，哎，好好啊，念阿弥陀佛，哎，我做好你这善事，安尼都好啊。当然，阮大兄是。面忧面感，还叫做悲观主义啊！那呢呢，对方就会烦恼呢，对不对？他就互相影响呢，互相会放不下呢，安尼啊。所以这点啊，修行佛法是要断烦恼，大乘佛法断习气。那个习气是讲，咱卖去了卖的习气。虽然你好心，啊，你拢无咧笑，安尼啦。啊，虽然你袂敢害，啊，唔爱咧讲好话，安尼。啊，点点人就发觉讲，哎呀，袂甲你合佛啊，所以这点啊，咱行到什么所在，
咱要强调心好别人快乐，心讲好话好听，心讲笑话好听啊。光明那边永远拢伫个，然后啊，因为日头若出来，黑暗就消毒啊，咱无必要去一直苛责在乎对方的缺点。也就是说，我们就像去监狱一样，监狱的人当然是犯罪啦、痛苦啦、假动啦、做歹代志啊。但是释迦牟尼佛要告诉我们是说，没有问题，你有佛性啊，你也在醒佛啊，每一个人。只要把光明面放大，啊，你黑暗面就无去啊！这个叫大乘佛法，修行佛法是针对生命的苦、贪嗔痴、轮回苦，尽那个断除，安尼啦。但是大乘佛法是针对众生的佛性，哦，乃至未来的极乐世界，你该讲。安尼道理有了解无？安尼就变一下，好不好？那你要开始去改变自己。让别人有这个欢喜心。好，请看到42页。所以就会带众生拢来欢喜，好不好啊？无问题，无问题，安尼啊，大家今日拢要做善事，做好代志，来即解脱啊，往生极乐啊。后摆即个好好变成快乐的学校，无阿伯来读册讲紧呢，紧扎一张符去。明明大家拢相信，结果每一个学生书包那么扎一张，好张嘛扎几啊张，啊，所以那安尼是一种对立啊。你甲对方讲，你甲我害哦，我身躯拢扎济哦，要修剪哦，啊，那安尼你越对立，也没办法帮助对方，也帮助不了你自己吧。42页，开导。善男子善女人等，逆定伫因困困恰苦逆，为逆定做八戒本师，所有语言听我开导，佛解者，如来利益众生之修补，显性修道之要解，三机顶简七种通修，或话三道而一苦人天。要求幽流生死轮回你静定觉化五行运在皆为丢下万身可比皆为基本各位以今日12月初一来到咱好来的做道场求修八戒者行动了解八戒灵体出方以各位一一团修集连处八戒名用管灾管者禁闭之意为禁闭八事不犯过灾者这意以贵中不惜为载体八事造成清净载体过尤其八事载体共相支持有名八机载法书地在一名改佛所制定过改一名灾这新求以三业过这同要紧啊以深夜起则无秽恶咱今日无杀生无偷盗无淫欲无种种的爱念口夜起则无诸过失咱今日拢不爱讲歹话骗人骂人讲是非讲无义业话心夜起则无烦恼诸漏业因咱内心内底充满善良的心慈悲心爱心然后空性的清净心啊，看到众生的佛性心顶顶，绝对无五执贪嗔痴、五慢怀疑嫉妒负面的心念。所以各位必须一心一意来精进，除了随喜所有众生，乃至三宝弟子修行的功德，那么要打拼融入咱的功德和对方啊，所以。内以六念静其志意，咱的内心内底保持念佛啊，一切佛哈尼慈悲啊，想着咱都哎呀，真感动啊，流目屎啊，感谢佛。第二念法，那一切佛跟咱讲的教法，拢要予咱得到快乐，那就帮助众生。第三念经啊，即搭按照佛的正法咧修行的，不分在家出家菩萨，那么。是人天福田和人和天神正福田，这是念天
啊，各位咱今日精进啊，一日一夜八关斋戒，要升天升天，要做皇帝做皇帝，要往生极乐世界，嘛有法度去极乐世界，要投胎的轮椅拢会使啊，一日一夜就这个功德啦。第五念戒清净身心，那么咱一定爱净化家己，今日跟那个三温暖同款呐啊。我家己呢，恢复咱的佛性，恢复咱的本体啊！跟那阿罗汉呢，绝对无贪嗔痴的清净，进一步菩萨充满了大悲菩提心啊，安住伫个空性，安尼来意念。第六念布施，乃至进一步要帮助所有轮回受苦的众生，乃至呢，对世间法来讲，帮助善巧人啊，护持三宝。所以外在以八条戒律约束咱的心和口：第一，不杀害众生；第二，不偷盗财物；第三，哦，真快乐，男女中间专断淫欲啊！这句话同要紧啊！释迦牟尼佛来讲，无欲望的快乐超过有欲望百千万倍的快乐啊！所以一个人自由自在，看那各位你知吗？无咧巴肚枵，无咧嘴大，安尼快乐无？自在啊！世间所谓的快乐，其实拢是一个痛苦的开始啦。哦，爱啉汽水的讲汽水快乐，爱食薰的讲食薰快乐，爱跋筊的讲跋筊快乐，爱谈恋爱讲谈恋爱快乐。其实谈恋爱敢有快乐？迄是咧食毒呢啊！敢那食薰食酒同款呢？但是你无需要爱情啊！刚才你自卑，安尼有快乐无？得痛快乐啊！所以各位，你即马有嫁翁啦，有娶某啊，但是呢，你爱用佛教徒的感情去对待对方。佛教徒的感情是一种无压力，真正要对方幸福，绝对会原谅对方啊。所以呢，会疼惜对方的缺点。刚才你的囝咧破病，你也好好甲疼惜，啊，希望伊好。你唔是讲破病？疤了，破什么病？对不对啊？那你对你的囝就是要让伊快乐，所以那好好的人，哎，练习嘛嘞。你那练习完嘞，你阿阿婆家庭的关系就好。啊，你来用世俗话去跟对方斗阵啊，一个好好的人，那是过去是有好好的神经的人。你来用世间话去跟对方斗阵，你也足艰苦，足艰苦啊！刚才各位在讲寿司，人叫你吃饱，你看你有艰苦吗？刚才各位，你拢无咧食薰，人叫你食薰，你看你有艰苦无？所以好好的人，你来去追求世间话，讲咩？追求一个快乐的爱情啦、好家啦，卖想啊啦，啊，不然好发心就给你杀断去，伊就不爱和你去享受这种快乐，你唔在修行，对不对？因为你去享受世俗的快乐，你就去轮回啊，安尼就艰苦啊。所以咱好好的人，咱要追求的是一种清净的快乐、慈悲的快乐。无欲望的快乐，帮助众生的快乐，这才是咱要行的路啊！所以来问一下，升天较好，还是去极乐世界好？极乐世界迄种快乐，天顶要安怎比呢？啊，你爱安尼想啊！所以快乐甲幸福是决定伫你家己。你若了解佛法，哦，你即马快乐啊！哦，阮人拢无转来，偌好呢？啊，生未出囝，哦，好呢？啊！所以啊，恁孙要出家，嚯，放炮啊呢！啊，因为你刚才足快乐，恁囝讲事业失败，讲好啊，带你来受八关斋，无你拢唔转来啊。所以，因为伊伫世俗的快乐内底，伊就未记伊个，伊就未失啦。所以佛陀讲，世间人凡夫拢未失伫这世间无量内底。所以，恁囝摕一个手机啊咧耍。林孙提念珠的念佛，当然嘛是念珠快乐，对不对？哎，无法度来去迷失伫这世间啊！所以各位，你一定要思维这个道理。你想哪会痛苦？因为你去追求世上的快乐，你去要求别人，你想要控制迄个代志，你无了解因果啊！别人对待咱的拢是咱的因果，咱的欢喜接受。咱对待别人，用修行的心去对待，安尼就好。咱就有一个改变，因为我特别安尼讲，是因为咱受八关斋戒，不是干那这仪式顶头讲，
哦，我安怎？我安怎？我安怎？啊，我拢受完呢，我受甲出好呢，安内破病还袂好，啊，阮翁个对我无好，囝个无友好，那你将佛法当作一个交换啊？我受个好，啊，你互我好啊？因为你重点是佛叫咱保持一个正念，念佛、念法、念经、念天，啊，咱来这世间是来害济啊啊！啊，这个业障了完，咱就要来极乐世界啊！那同舟嘛，升天，你敢那想着未来的快乐？哎，你今嘛无紧消业消业啊！你得改变观念，啊，你改变观念，你今嘛当下就快乐。叫做什么来？现世乐，来世乐，净土的快乐，究竟的快乐，还拢得个着啊！啊！你即马若无现世乐，那有可能有来世的快乐？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即马要念阿弥陀佛的人，哎呀，世间无常幻化，世间极苦啊，啊，真拢了解啊。所以咱未去要求这个恶作恶事的任何的代志。哇，咱学佛皈依三宝，要念阿弥陀佛，哎呀，足快乐啊！所以你即马当下就快乐，咱即马掉感情，医生跟你讲，喂喂喂，你掉感情。无要紧，这身躯早死晚死拢爱去呢。啊，我即马观想啊，然后带咧病院，我替大家念佛，啊，身躯疼，互我消业障，互我都思维空性呢。啊，就愈疼，我们才念佛安尼啊。所以，那你若改变你的观念，哎呦，啊，你就快乐啊。所以，这个专断引用，最主要这个观念的意思就是讲，卖去谈什么。啊，对同当的男女的情欲，跟世间的贪欲，咱来放下转断，安尼你就得到涅槃清净的快乐。所以这八条内底，同样跟的是这条啊，转断淫欲。啊，乃至呢，连这个嘴的执着嘛无，贵恶不息。所以你要去理解这个道理啊。所以从我出家啊，我师父讲，出家不要求什么。你就天天快乐，无求自在啊！啊，但是别人要你去做事，师父这间庙给你，你去弘扬佛法，哎，责任嘛，随缘来都好啊。你无必要讲，我要来追求一个名，追求一间寺庙，要来追求一个什么？那你干脆在家吧，啊，在家你就使去追求啊，做事业啊，啊，你出家佮用手段来做事业，无必要啊。啊，甚至利用佛教啊，牌位多少，那个多少，好野人哦，大刚去领导给你摆啊，攀缘，那你就是在干苦啊，你何必那么痛苦啊？无求自在，随缘慈悲，安尼就好啊。所以你无所在去，阿无王阿波叫你用啊，啊，你大刚都要两把吹破，我跟你讲啊，那你为什么不去王阿波帮忙呢？去监狱啊，去社会，去斗三工啊，就好啊。你唔免家己去起一间老人院，都阿咧募款募到要死啊！你归去，我要来老人院，甲恁讲笑话，互恁听。大家嘛讲师傅，你赶紧来，我甲你留一间房间，最后甲你留一顶眠床，互你困啊。因为你去甲斗三工，因为咱修行人是无执着一切，这个唔是我的，这个代志啦，我的你就忝啊，了解吗？啊，这间好好是我的，啊，你就忝嘛，你就忝嘛。所以卖非常的我的想法，我所有的想法，一切拢是暂时的啊。我尽力把佛法透过我的身口意影响对方，传达给对方。啊，所以我师父说不用盖了啦，那监狱那么大，徒弟都关在里面呢。啊，你若愿意去就算袂歹啊。所以，啊，当然，这是一种很乐观的观念啦，啊，因为有这种乐观的观念，内心自在，啊，自在以后看了经历，就是说全断淫欲，你内心里面没有禁欲，你看佛经的看得清楚，你内心里面有所求，我今天送地藏经，是我希望我儿子癌症赶快好。如果你用这个动机，那也不是很准，就是说，因为咱的囝在听，我这做人呐。我来念地藏经，进入地藏菩萨的悲观心，回向所有的众生拢离苦得乐。那你的囝
变成有一个助缘，因为伊会听，互你生起大悲心，那对伊的加持就大啦。但是唔是为特别为着伊，你念地藏经，哎呀，你想我，不然有真侪人讲啊，我师父你叫我念七遍，我念四十九遍啊呢。我讲这无好，你是四十九遍的祖师嘛，唔是四十九遍的地藏菩萨的闭关呐、啊？啊，因为这个镜，互你感觉苦。那是一个提醒众生拢是苦，了解吗？因为咱是大乘佛法，不是我的囝在苦，是众生拢会安尼苦。所以我生出这种的心态去念地藏经，所以各位听我安尼讲啊，咱今日来学八关斋戒，嘛是为了整个中华台湾五洲法界哦，安尼呢，因为一个苦，互咱做提醒。释迦牟尼佛希望咱看到一个苦，就想着所有的苦。不是想到自己的苦，也不是要逃避痛苦，因为生老病死不分主客宰客，包括释迦牟尼佛都面对同样的事情。但是他想的是众生无边、啊、不是自己的苦，修行佛法和大乘佛法差在一个不同的所在，这点啊。所以我们继续念，有时心口与三业，三业都清净，行为出世，世间是苦，啊，你如何都脱离世间？所以各位今日一定要领受了八关斋戒这种放下的快乐。虽然你身躯赶快咧破病啊，世间的家庭赶快处理袂好啊，但是你心底涅槃的境界，心底极乐的境界，安尼你又来讲，我想要今日快乐，我卖去执着放下我的快乐。八关斋戒，好咱享受，念一遍来。当下涅槃，进阿罗汉住，这点一定还了对吧？啊，这点一定还了。你修几天啊，就歹命啊，就歹命。你拜几天还歹命啊？你今天要出世，今天要出离世间，因无所住，放下，站在空中看，这康的意思是客观，而不是主观呢、啊，超越。那你啊，现在领受这个快乐，有现世的快乐，才有来世的快乐，也能够把这个快乐来影响别人啊、哦。咱念心经，咱伫个空性内底哦，众生嘛，听我就空性的快乐。所以那今天就要得到出世的正因，今嘛快乐的因，才有未来的果啊。行天翁心给了世界，解脱痛苦的根本。所以各位现在一一问第一，孤灵如法兵修修，能如法受持，真心的改变自己，一个人会让别人快乐，是别人感受到你的进步，这样啦。什么人无缺点呢？但是要怎么让别人感受到你的进步和改变，法就是一种的改变，跟他加油啊，这药啊，重点是让咱改变这药啊，比较好啊。什么叫做修行、修正、改变？这个行就代表咱心口意无明原形啊。咱的心口意不是按照无明呢，是按照智慧慈悲了啊，在造作了。那这样咱讲话都脱离呀 啊。所以各位忏悔一定来决心发誓，改往无好的，修来要来做好的啊。由黑转白，所以呢，由恶转善，由恨转爱，那一定要改变。所以大家也知道自己哪里有缺点，现在通大的问题是不了解自己啦。啊，所以我人家在电话拜托打坐一个，你给他说一个缺点，因为咱给他说哦，师父都没人给他说，你这样给我说。我别人派生跟你讲，我无法度你叫我输，我不得不讲啊，讲了足艰苦的代志啊，啊，你不爱信，所以真卡就只能你猛信，我也不会反对，也不会赞成。但是你若感觉这个人正，你敢问啥物？卖个问个趁钱啊，从啥问？你看我有啥物缺点无？我修行有问题无？我心态个性有问题无？爱问这个啦。因为你若有改变，你们要逐渐超度北部众生，无你们那超度啊，啊！所以修行是咱的改变啊，所以唔叫有法度完全这诸位原谅咱，对不对？咱改变，唔叫福报和北部超度。
所以不得不有的人都不爱先去投，我是规矩问伊讲，你问看伊爸母有超度无啊？无，无怪你的无，你也无咧改变，无咧修行，以为家己咧修行啊，所以各位一定爱常常去问别人，做人爱谦虚，做人若无谦虚，爱民主吼，惊人甲你讲哦，你无进步的空间呐，绝对无啊。所以各位，包括恁咧唱，唱阿弥陀佛，唱炉香赞，有个人唱了歹听，有个人那唱了呢，人唱完了搁咧唱啊呢，啊。有的人念佛那咧看脸，那咧看什么？啊，你个讲不变面呢？啊，啊，那无改变的话，啊，你个耳要唱红听，令人讨厌。你规日卖念念了，一直造业啊！你啊，所以这点呢，各位问别人，跟那些单纯的外表、声音都要改变，何况是心态呢？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就是看到家己缺点的人啊，什么叫做神智性？愿意一针见血跟咱讲，都会有缺点，让咱有进步的空间的人，乃至佫跟咱讲要安怎进步的方式，迄个较圆满。佛经内底写个真好，所以一定要决心发誓改往修来，唔通原谅家己哈，爱对家己较严的，所以叫做绝世更勿再做诸恶，唔通你的缺点引起别人的痛苦。恁翁就爱饮酒，就爱骂人，规间厝拢就歹命，是不是？啊！啊！你甲讲，我想了别再没，我是因，我是一家之主呢，那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各位要决心改变，希望别人甲咱讲，甲咱谦虚，祝福菩萨加持，那一定要有进步，有进步，你的命运才会改变，身体就好起来，啊，命运就好起来，安尼才讲，咱有咧修行啦，啊，咱要乞丐冒乞丐众爱，一个人要做什么好代志？你若有业障，你就无法度做，干那要出家啊？出家要有真大福报，无法度出家啊！你要了解佛法的真理、空性的智慧。你若无消业障，累积真大福报，你无法度，你无了解经典，你地藏经可能读一千遍啊，佮无了解了地藏菩萨的心嘛？你开始是安尼，所以赶快一个人要乞丐，得到改的功德啦，一定要消除。里面修行、乞丐、众爱，一定要消毒。啊，所以各位要常常忏悔，每天忏悔，反省自己，这样才可以突飞猛进啊！更重要的动机、发心决定一切，所以各位要发起无上菩提心。什么是无上菩提心呢？对所有众生产生悲心，而成为生命的责任。愿意承担所有众生离苦得乐的责任和精进的修行，愿成佛。成佛以后，一定要让所有众生都成佛，所以要发起这种无上菩提心来关心众生，来关心社会。各位就像住在彰化，你变成彰化县县长啊，任何这个灾难，那些彰化老百姓要好行善，拢是你的责任。如果这个菩萨安尼来做馆长。安尼来做领导者，这才叫健康。咱做一个领导者，不是讲哦，我靠权力，啊，我有法度赚较济，啊，我有法度得到别人尊敬，那这个动机去做都唔对啊，啊，所以各位你咧双击你蛮有责任呢，因为对方不是这种心态，啊，你要给他算，安尼你冇一个强点呢，你强点可以有这个权力，去做恶业呢，这点要了解啊，啊。啊，所以当然，啊，咱做这个菩萨是比馆长更加迄个。菩萨是对整个法界负责任，对六道众生负责任，安尼要好啊，乞丐。所以各位爱着用这个动机在咧安尼想，卖想家己我好我歹，我迄搭好迄搭歹，规工咧走来讲来讲去，走来走去，你无咧修行啊，迄个咧追求家己啊欢喜啊。所以每一愈歹的所在，愈爱有菩萨伫遐啊，有苦难的所在，才是菩萨实证慈悲的所在。还安尼想话啊，各位来从我跟我赶快头一遍来，即搭蒙阿波吼，所有阿伯超度去用刷吼，都无咧欢喜个，拢是咱的责任。逐工退休行一个回向啊，对即个蒙阿波上咧，对台湾世界各地各个所在，拢是咱的责任。安尼咧拍拼念佛啦，这叫做发菩提心念佛，念佛嘛有这种的菩提心。除了持戒。我们每天都要发愿，所有的功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要讲的回向众生，所以要讲的回向幸福，对自己来讲唯有一个要求，成佛，成佛要得到佛陀圆满的智慧。所以希望各位修行以后，你要越来越要做事情，越来越要处理事情，有法度处理自己的烦恼，有法度处理众生的烦恼，有法度每件事情都进步，代表你学佛抓到重点嘛。好，你在家是安尼，出家嘛是安尼，啊，出家还过过安尼戆戆，不要做代志，那代表佛法跟那跟你无关系啊，你啦，啊，因为你跟他讲着有啊，因为你用你不要用法，啊，你都要去真谦虚去请求别人，你跟他讲别安怎修行才进步，代志煮菜愈来愈好吃，行路后来讲话吓怕，做代志真圆满，咁代表讲咱有咧进步。所以各位你买发愿讲啊，愿我真正开智慧消业障，有法度真正服务众生，主持一方啊，安尼去传播佛法。所以你看，你要有发这个愿，大乘佛法拢是为了众生。啊，但是既然发愿，你真正爱去检讨家己，常常回光返照啊，求佛加持啊，大家身体是，大家到底咧修行，互相一直检讨家己啊。所以这个歌星那无就是经纪人，伫个讲要他穿啥，要唱什么歌，伊爱唱什么就嘛袂使，对不对？因为唱歌是别人听，唔是要唱我家己听，唱我家己听，你就去变数唱就好啊。啊，洗身躯哪唱了哪享受啊？但是你若要唱我别人听，你别人爱了解别人要听什么，对不对？别人哎呀，所以跟他查某囡仔穿啥就要唱我别人看的，安尼啊。大家我希望大家讲我水。这种思想真要紧，缘起的世间，你也该关心。那既然万法拢是因缘所生起，互相影响，所以万法无一个不变的本体，所以根本就无一个我。所以各位唔能去凸显家己啊！我开民主，你看我较高，我车较水啊，我身材较好。你若这种的思想呢，你嘛无咧修行啊。咱做一个好富的人是，咱是。众生老母亲永远卑贱的仆人，刚才跪在头壳那个洗卡，那个七本书哎，还有这种哎谦虚的心，众生进步还要紧。你如关心众生呢，哎，你如进步，你脑筋就开智慧啊，大乘的智慧，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还是要解决众生啊，大智慧和众生拢离苦得乐，大智慧到彼岸。那各位到底有没有大智慧啊？还是在为自己的福利在想，为自己的成功与失败在担心，耿耿于怀。那你这个心态一定要调整，你不调整也不仅说要发愿得到三宝加持，得到就要神地性好好朋友大家道共你还有一个福报可以看到自己的缺点，叫空性。一个人老五级你看不到自己的优点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一个人要有空性，在旁边看你才看得到自己。所以你的紧张啊，你的怕啊，你真爱啊，都叫做五执因为你看不到，看不到众生需要什么，看不到自己的同圆满的智慧，都用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情。所以我来讲的意思是，我们学佛也不要迷信说我是佛教徒，我就每天拜佛念佛啊，拜佛念佛，结果呢生命的品质身口意不清净不圆满。所以佛陀身口意皆圆满，身口意没有任何过失。所以你已经学佛十年了，结果还是如此，你要小心哦。那一间公司开下开十年都没赚钱那么是要赚一些钱，出毛翻修较进步人都老去那没进步你那没进步，你的子孙都不爱学佛。我母啊很迷信的这样，看到伊讲谢谢念加财啦加财啦，你家己加因为伊看到你的生命无进步，搞念谢谢念，那他跟你他干嘛跟你学佛呢？所以我想各位，那要做这个菩萨，你也比本来在你的家庭单位、厝边隔壁拢看到你的进步和自卑不是好教是你跟你的净慧嘛，净啊足水，你烧火那嘛烧啊足好而且不是干那为着你家己，一个人的进步是因为关心众生，所以你才有进步的空间，慈悲才容易开悟。那到底你是真慈悲还假慈悲？你还可以问神地心了
你要去观察自己咯，所以要经常这样发愿。所以咱发愿的目的是为了众生，希望众生拢幸福，普度众生，希望众生拢在进步。那啊，咱自己在进步，咱唔就发度发愿，让众生进步。所以咱的修行，甲愿众生进步、快乐、往生、幸福，啊，这个愿合为一体，才有法度成就幸福度众生，福慧圣业啊，最殊胜的就是福慧双修了。所以有福没有慧没有用，啊，咱直直出钱，直直拜忏，还有福报，但是你无开智慧啊！啊，你逐天咧看佛经，哦，要求家己爱进步，但是你无去帮助众生啊！弄不好，这两种爱合为一体啦。所以福慧双修就是六度全修，各位拢爱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破这智慧，各有法度做加方便愿力、地波罗蜜，爱十波罗蜜圆满。安尼来持八关斋戒，大家真心的发愿，对我讲的发愿，我要进步，我不要个生气啊，我要有别人真爱我，真爱跟我学习。啊，我做什么代志，你愈写愈水，愈话愈好，愈好讲，做代志愈来愈圆满。头家呢，对接完啊，要甲升啊总经理啊呢。但是我不爱做嘛，无要紧，我是要服务众生，唔是要得到。你要这个进步，安尼啦，啊，互人感受到你的进步。啊，你若规工咧做接完啊，拢无都做甲经理，啊，你来去发放，你来检讨。检讨，我是都有问题。你阿伯，我业障重啊！你安尼咧图片，业障几斤？你提出来我看咧，业障重啊！但是你就是不爱改变咧，打咧业障重啊！那是一种借口。那万法都是变化无常，万法都可以改变，万法没有单独永恒存在的实体叫我，所以一切都可以进步。你为什么进步不了？为什么不能提升自己？啊，这从凡夫到佛，那是一种圆满的提升。那各位这点真要紧啊！不管你伫家庭、伫社会、伫佛事，拢爱表现出进步。那这个进步真的要六度全修啊，要祈求三宝，亲近善知识，要真心的关怀众生。你要按照佛教去实修，达到圆满，成无上道，一百分，一百分。所以各位对今麦开始煮饭、行路、穿衫，拢爱向一百分，拢爱进步啊！特别是心态，所以圆满的心态叫做佛心，圆满的菩提心。所以要变啊，大家这个阶段啊，当然要有一个难忍大悲心，要有一个无我了解一切的空性啊。这点呢，精进念佛、诵经，一切拢是帮助者，不是讲念佛就好。但是无要改变家己啊，所以安尼变迷信啦。读地藏经毋是读几遍，是变啊做地藏菩萨，发地藏菩萨的愿力，做地藏菩萨咧做的代志，你向这个去行啊。念阿弥陀佛，希望大家拢开发阿弥陀佛的佛性，希望每一个所在拢跟阿弥陀佛的净土，爱让每一个所在进步啊。那向这个方向。然后教法都达无上道，不但你达无上道，重点是要让所有众生都达无上道。啊，你会晓，你唔教法都干巴啦。你拢未晓，你讲指挥，咁就红笑。你都未晓煮饭，未晓迄个，你叫人安怎煮饭？所以要自己往这个方向，自己超过别人，不是说赢过别人。因为我偶尔晓，我唔教法都，我赚比你较侪钱，我唔知道都帮助比我较善起来啦。啊。所以呢，我比你比较袂烦恼，我唔叫我都断除别人嘅烦恼。这点咱来去，一直去切出伊嘅原因啊。那佛就可能这个方法，所以各位爱看佛经啊，听佛法啦、啊，去提升咱生命嘅品质。所以学佛是人格品质的圆满啊，人格品质的圆满叫佛。这点咱来一直要求家己，不要被你的个性烦恼。爱骂人，平淡讲话，爱生气，爱计较，那就把你自己卡死了啊！所以在共的来讲，哪几条不能做？个人的多几条缺点，你要针对这个去修行啊！所以古早老师傅拢足严的，先做给你骂，先做给你怕，你看他北部听人同款啦，啊，无未进步啊！因为在末法时期，咱大家拢前面足结果嘞，还是安怎讲啊？啊！就派出力，难调难服啊！
所以这点各位要多谦虚啊，听人讲，卖跟人争。我看有的人你该讲话啊，你该争，比你该大声，而且就免该讲，就无法多该讲啦，啊。然后呢，铁就靠你该讲当，伊就讲啊，就安尼，你该讲啥，伊蛮好安尼，啊，无你是别安怎呢？啊，因为你这样就没办法沟通，那你就没有人要跟你说，所以。那各位要发愿，让自己柔软掉，卖有外循环啊，卖有对待己也发解，我解发解烦恼障、所知障，因为你我觉得这个我执法执就很难沟通啊，这个佛法就没办法进入你的心啊，所以啊你又批评又很会批评，然后又不进步啊，你都规工跟他少扁说，因为少扁说你拢无都去做较高级的代志安尼啊，因为你就卡在那边，然后呢？越来就越抱怨啊，弄不爱吵啊，弄不爱叫我去坐顶头，弄电话叫我去做，是你的问题，又不是别人的问题啊！你若唱歌好听，打个麦克风嘛，录好你，干嘛要跟你暗讲啊？所以重点是如此吧。所以各位一定要学佛，一定要去很认真啊，要六度全修，真的在禅定的方面跟智慧的方面也要加强啊，这要福慧双修。那这样才能够同登绝岸，引导众生成无上道。西方极乐世界，你还要求自己上品上升，是不是？啊，所以而不能说啊，有起得胜没败啊，啊，那这样就很消极，很消极就不好。那台湾现在不错，卡波吉坦，卡经济的看我一样，啊，那这个是个很好。如果台湾基本大家拢看他高差大叹气，无人要修行了。啊，看他提了出钱了，就快乐啊！哇，今天怕别人来探钱，所以为什么佛教要我们出家人少欲知足，拢无钱无钱，啊，甲别人大，有人个困你就袂歹，你才会精进，这样了解吗？啊，太强烈的欲望或太大的痛苦都没办法修行，要在有通食个过去算不错了，要这种中道的思想。所以台湾今嘛好修行无？赞！我等下。等下找正康，那厝拢无咧变，然后人变就好。啊，如果大家把它拆掉，盖规工咧无用黑，在享受欲望，没人要修行啊，干干净净的，那最好平平淡淡的，但是保持内心的丰富，还有更多的机会去服务别人，这样最好。如果你去西方社会，你看看，因汉人进步，慢慢有钱，大家都很自私，你要去关心谁？没人要关心谁啊。甚至会排斥这些穷人呢、啊，会傲慢，所以那个地方没有佛法，没有佛法啊。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宗教流行，拜神拜佛，日子还可以过，没有很好过，也不会难过，那就圣北拜啊、嗯、啊。但是大家比较容易精进，所做的一切都要回向所有众生，同享功德。这样呢，开被主书，各发到歹逼心，各发到累积行慧的主牛，啊，不然呢，我们一起贪嗔痴，好补个补起啊，啊，所以特别起了嗔恨心，但是要不断的回向一切，不执着一切，所做一切都是空性啊，唯有追求成佛，利益众生，一个真正守八关斋戒人，变成世间菩萨，这些世间因为我们而改变，而进化，而有福报。所以各位能够天天守八关斋戒，至少抓到精髓。虽然各位晚上可能要吃饭呢、啊，因为你是宰给人，我多，但是我们吃素当作药，但是保持这种八关斋戒的清净心跟服务众生的心，去帮助社会，去改变啊，提升家庭品质，去提升别人的品质。你可以天天守八关斋戒，老实说，受菩萨戒的人本来就应该保持这样子的清净心呢、啊。啊，至少十斋日守得更严谨。我看很多人受了很多次八关斋戒，但是他还没有抓到八关斋戒的很严谨的精神。虽然在外向上啊，我都不。